使用钢笔工具在画面的不同位置单击，可以创建直线。使用转换锚点工具，可以将角点转换为平滑点。使用直接选择工具，可以移动锚点的位置。使用添加锚点工具，在路径上单击添加锚点。使用转换锚点工具，可以将平滑点转换为角点。使用套索工具，可以选取多个锚点，按住 Ctrl 键移动锚点位置。使用删除锚点工具，在锚点上单击可以删除锚点。